你这样子逃避自己的感觉真的好吗？我实在想，是谁把紫云丢在那里？啊，痛啊！我根本就是汉中跟那个女的第三者。你不要把我当白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妖精送你的吗？你在那边给我缅怀过去，缅怀那个女的，我把我这条老命都卖给了这个家，还不够吗？ 让你彻底忘掉那个妖精，你办到了吗？10月26日周五晚间9:30，妖精。